干的啦，啊！当你即马引导那边咯，目睭找袂一条，啊！以后是要安怎哈？小姐姐，你还好，即马毋是骂人的时阵啦，这骂人哦，这出力一听的啊！好好啊，过天我可肯这边啦，赶紧反悔啦，啊！若无最后，你连性命都保袂住呢。小姐姐，你袂长寿，我阁找机会，等来将你报仇。哎呦，阿弥陀佛咯，现在会抽时间，你得幸福啦！ 真够无路用的，竟然去予迄个甘春三城讲了小姐姐，甲恁母甲这个样陪。卡斯丘若无反背我，今仔个小姐姐陈家甲梁女早就死伫咱的手下。叔，这两个人绝对袂晓予伊挂的。免紧，这个仇早晚会报。今仔有我重要代志，爱你去做。 本省已经出动，我即马托你一挂公票，明仔载去除掉所有甚物毒警的人。是，多谢师傅。有人，大队，大队，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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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队，
赵坐等下，若搁唔紧转来吼，我看。我来收收的。等。玉莲，你若正经讲有迄个心，想要甲救吼，你哪会唔要甲这个心意讲互了解？我只是我意思，我无其他想法。有一句话吼，我无讲袂用的啊。啊，肥的这回吼，会死会活，唔知，哪会活唔就好。啊，若救无活开吼，你就失去这世人唯一的阿姊啊。啊，你敢讲到即马，佫无想要甲伊相认？你唔惊变作终身的遗憾？啊，什么人啊？啊！你紧叫江启武啦，紧来啦，紧来！阿伯的天下，啊哦，这个老脚吼，甲我讲阿伯的气候因长老君的态势，啊，都无影无啥咧假骗啦，哈哈！啊，你看，看，小姐姐啦，我对面讲哦，有救，有救，我来看你。好。我来个赞美啦吼！啊，我看看，哦，哎呀，阿妹啊，阿恁邓老君咧讲吼，讲什么你是予阮大家害啦，所以讲你才会背叛师门啦，啊，伊唔只存心要予你死。哎，出手吼，阁是独门的手法哦，这我实在是无法度医啦。啊，无法度。啊，你唔通怨叹我嘿，阿妹耶，啊，你都安心做你去吼，阿弥陀佛咯。阿弥陀佛。阿妹耶，你实在足可怜的呢，啊，自细汉来无阿爹无阿娘无人疼，即马阁死在路边无人送，啊，可怜咯。你输呀，输呀！不然照你安尼讲，我不要，伊唔得会死嘞！对啊。
安尼我都安尼个念经哦，经要喺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才会免世风尘土啦。阿弥陀佛，到顶顶，阿弥陀佛，好，我来念咒咧。来，安尼我嘛来悼念啦。啊，生离别，登无处，孤魂独自，虽人苦命路，一腔恨诉别难诉，万般亲情化作灰烟灰。家庭务，你还袂听我？亲自叫你一声阿姊，你袂用死的。阿姊，阿姊。阿姊，你今麦干嘛呢？你给我想，阿姊，你给我阿姊，有没？阿姊，拢是你伫我身躯边照顾我阿姊，你是我阿姊。当然，我应该照顾你啊！我做阿你最上厉害的阿姊，你阁欠你我一个阿姊。过去拢已经过去啊，只要你卖阁帮助老公出去做歹代志，安尼就好啊。人总是有过去的，啊，即卖重点是吼，你是毋是知影通觉醒啊？你若还阁毋知影通觉醒哦，就枉费恁小妹甲你相认。嘛，枉费赵家店的拼出去替你找药草。过去我做遐尼侪伤害你的代志，你还肯救我？你无情，我实在唔知要安怎报答才好。喂，兄弟，阿妹啊，但以后吼，咱拢是一家人啊，免想遐多啦。倒咧休，倒咧休。秀恩，啊，多谢你。阿玲来教阿贝，应该讲教恁大姊同款。阿玲这么清楚，要创啥物事啦？啊，等，药草我已经买了，小姐，赶紧摕药草，赶紧小姐去转转，等下摕阿贝哩。好，啊，我来倒茶噶。行，借你，借你。鬼鬼祟祟，有何贵干？卡细声嘞！我今嘛要甲你讲哦，迄本如来不正经，甲邓老根的代志啦。那安尼你会害，你若无去取落迄本经吼，你就变作天下第一罪人，万世不能超生。这我知啦，唔免你讲。今仔日午时，一本经就要出土，咱若是摕无着，吼，那一声，长老今日真是天下无敌，无人有法度通啊坐伊啦。天下众生都咩三字头排做位，叫做土土土。啊，那边哦，啊，咱踮遮戆戆啊等嘛，毋是办法啦。唉，就不得。不如安尼啊，咱偷偷啊，搁走转来绿水潭。试看卖，看是毋是有法度试出啥物好办法无？哎呦，
原来那本如来本圣经，竟然是书会刻起。我哦，大事不妙，那块柳伫遐搞条条，变了。我看安尼好，你即摆功夫比我较好啦，我来去分开，你去刺遐淡水。不，袂用的啦。照这样代志的因缘来讲吼，事主是你，应该是你去刺淡水，娘，要好二三家吼交我。那你敢无？祝你放心啦，我若拍袂赢伊吼，煞不要甲伊米烧做走互绿啊，我会尽量拖时间，互你去刺。好，那你就较细腻啊。啊，你若有失格差，我是无多向阮叔交代的。姐姐，放心啦。好，细腻啊。邓老君呢？心情郁卒，淡仔水无干，会使跳落来。张福德，你来遮创啥？这也不是恁家啊，我敢袂使来？好胆，你就跟我来那边。我有招几样的朋友，我讲要煮蛇汤请因。你我安怎？若唔敢跟我来吼，你规日死倒去你的蛇洞，莫出来下戏下酒吼。来啊，来啊！怕袂着，怕袂着，来啊来啊，怕袂着，怕袂着。真是，那要想到你啊啦！啊，这个潭这宽，啊，这潭水够大。嘿，就算讲我即摆会飞，我嘛飞袂到。大志啥是要安怎啊？出门了啦，而且，哎呦，我小舅妹，我这散步不是惯你马上，当然嘛是唔惊痛啊。哎呦，辛苦的，嘛是同款会沉落去。啊，这卖好沉落，到底是要用什么方法？你啥够无良心的啊！你，你拢误会我啦。我是咧想讲，阮叔若是知我无死，一定会派阮孙兄来找我，到时阵会去害着你。刘少芳若来，咱连手都伊废啊！有人，你相信我，阮叔上厉害的功夫拢还袂展出来。阿妹啊，那照你安讲，阮大家毋是上好朋友，无无，紧转去另外事。对啊。阮叔伊向往就听话，伊一定是受着丁少芳的使咯，这误会我是看到。我即摆若是转去伊的身躯边，伊就袂来找恁啦。安尼对恁来讲，顶多是安全。伊若真正听你，伊就无甲你伤啊这么重啊。你安尼转去，是送马去伺候，我不准你去。有人，你放心啦，我家己会怕死。哎，阿姊，小姐。阿姊。哎呦，这个阿肥哦，实在足戆的，啊，真正去哦，霸面阮死的啦。
小心，等秀文回来，你甲伊讲，我等我阿姐来看来。哦，哎，小心啊！老婆。来啊来啊来啊！拍袂着，拍袂着。老福鼎，我这唔相信你话我走。喂，你无食饭就软脚小灵啊，你也了袂着啊，就了连哦，倒去困啦。老好着，我无时间甲你伫遐边相找啦，我去倒来摊边等待经书出土。喂，你袂用去的啦。当然，叫你袂用去，你无听爱上。我为什么袂用去？因为，因为你也袂抓着我，我嘛也袂认输，所以你袂用去的。我听你安尼讲啊。就正是我之前所怀疑的，你心肝内有鬼，对无？我心肝内无啊，哪有鬼？我心肝内充满了自卑，无鬼。不管你有鬼也无鬼啦，我边大插你，我即摆就要来去龙水潭。干呢？我甲你讲，你真正袂用去的啦。啊，我两硬要去。你两硬要去哦？安尼，代志真简单啊，你就过我这关，等下我认输，你自然就会当去啊。哦。啊真紧甲个两个蒙着，啊好啊，两个甲你剁做十八块。老福鼎，你真正是不知死活。死老公在讲话，原来迄当年，原因就是利用这本经内底的秘咒，才有法度打败你的啦。原来是这本秘咒。既然知影当年输在迄底，即届我一定要用十成的功力，飞经讨回大场，将观音赶出南海。景武。过去的代志，我会当摆借口。我阁予你一次机会证明你对我的忠心。师傅，你的意思是？提小一点的人头来见我，我就相信你对我是忠心的。安怎？你抬袂落手是无？师傅，恐吓道理毋是伊的对手呢。开小一点的盘刀，那那六个人总不是你的对手吧？师傅，话我已经讲出来，要哪做都看你家己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阿姊，阿姊，有人，老哥追嘞。我拄只明明有听到伊的声，哎，人嘞？伊。音乐、快乐、歌声，传遍满天下。